刚好有这个机会哈，在去年啊，我们台湾厨艺美食协会跟我们一个啊食材供应的一个赖赵先生，刚好在谈到我们要怎么来庆祝他们的厨师节，他们希望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我刚好在跟我们社会局王局长也在讨论，那我们提到我们新光爱啊智能发展中心哈。我们也期待我们有社会的一个关心的一个力量进来。那刚刚我们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就也很乐意的来跟我们新光爱啊共同来合作，那让我们这厨艺美食协会的这些中破筛哈，这些厨艺大师啊能够来展现他们的厨艺，然后跟我们新光爱这些小朋友能够共同啊，来庆祝他们的一个厨师节，啊，去年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今年啊，我更感谢我们厨艺美食协会更扩大办理，啊，邀请了啊更多的单位来共同参与，让我们新光爱的小朋友更有机会啊，更高兴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啊厨师节更有意义。像你会觉得很不简单，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今天要帮他们打菜呀，帮他们煮这样一顿啊，自己的节日这样做，是不是很不简单？对，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哦。这些厨艺大师哈，他们参加世界的这个厨艺比赛都是得金牌的哈，那能够来到我们丰原，然后帮我们新光爱的小朋友哈，来下厨，来展露他们的这个手艺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啊，我们陈会长也在谈，我们新光爱的小朋友可能没有机会去享用到他们的啊美食，他们的一个厨艺的这样的所做的美食，但是他们有机会来到丰原，来到这里做给这些小朋友吃，他们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高兴。好。今天的那个厨师节的活动，其实去年就有一次，我们觉得很开心。那今年他们又要帮我们新外的孩子跟家长来办理，因为其实平常爸爸妈妈可能经济的问题，也可能时间的问题，很少到带孩子出去吃大餐。那今天这个厨师节啊，的时候，厨艺工会来帮我们新外的家长跟孩子。有一个很快乐的表演，然后还有美食，可以吃，还有冰雕表演，大家其实已经兴奋的等了好久很久了。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年第二次在台中县政府办这个新光爱的活动，因为明天是世界厨师节，所以我们身为厨师的我们，每一年都会为这个弱势团体办一次餐会。这次我们动用了央学，还有我们厨师、金牌厨师，总共120几位。现场的服务啦、表演啦、做菜啦，哦，全部由我们厨师来负责。在服务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变魔术啦、吹气球啦、调酒啦，一起来共襄盛举，让它场的氛围比较好一点。它的菜色呢，有中餐、西餐，哦，也有一些那个蛋糕。大家一起来做出不同的口味的东西给小朋友享用。还有为小朋友准备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菜呀、啊？比方说小朋友比较熟的一些，薯条类的啦，还有一些比较软质性的东西，没有刺的东西，比如说鱼，我们就全部把刺拿掉。还有一些鸡腿啦，把骨拿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食用上会有些不方便，所以我们尽量考虑到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实用性。今天我们有那个西湖烧鸭，还有港式油鸡。哦，那还有金瓜炒米粉、三杯杏鲍菇，哦，还有炸鸡腿，哦，那还有就是高丽菜啊，炒培根。哦，那早上几点起来用的？对，今天早上7:30，今天早上七点半。会不会觉得很辛苦？不会的，为什么？因为
当然我们在当厨师的哦，做餐饮的，那我们包括我们陈会长哦啊，以其他的协办单位都有这份心了哦，要回馈一下，像啊那些啊那个小朋友啊过来尽一点心力了哦，啊用我们的专业，用我们的职业，用我们的技术哦来让他们啊吃饱一下，啊、快乐一下。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节日过得会很快乐？今天很快乐啊，尤其今天又是厨师节。哦，啊，以我们当厨师的哈，啊，就我们各个协会啊一起来共享盛举。因为这个艺术性的东西，我们这样讲哈，以前方面其实不是那么好算，时代化这样，这个样子比较适合。这个俱乐部里面这些选手，开发的一个新的。在做的时候，感同身老师要特别跟我们介绍，让我们。这个消耗非常大，我相信现在选手啊，他们的不管来自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体能耗费非常大。其实比起没有错，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感觉到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我们都没有孤单，然后觉得好像吃这一餐呢是很幸福，而且是充满爱的感觉，非常棒。怎么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帮你。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些食物我们其实平常哦很难得会带孩子出门这样子吃啦，因为不方便，然后又有一些就是障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厨师这样子帮我们准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对了。就是平常很难得出去吃饭，然后就是一大群厨师全部都来做给我们大家吃，所以很特别。来这边就是很欢乐，他们准备好多活动，都是为你。对对对对，而且如果我们平常在外面的话，也是没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啊。好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打开。
谢谢大家。